个蓝色的是开关键，这两个粉红色的是调节声音键。在它的旁边有两个按钮，可以调节音乐的节奏。这两个箭头是用来选择曲目的，还有两个按钮是开始和停止键了。这上面的九个方块就是音符砖了，每个音符踩上去或按上去都会亮。